宫廷，太上护国，祈雨消魔经。宫廷，太上护国，祈雨消魔经。宫廷，太上护国，祈雨消魔经。三清总告，至心归命理，道宝经宝师宝，玉清上清太清，一气流行，三清应化，函官默默，不言而善运四时，正色空空，无极而化生三境，大罗天上，金阙宫中，虚无自然，三清三境三宝天尊，太上护国，祈雨消魔经。本卷二十，元始天尊与诸天大圣，妙行真人及诸天龙、鬼神、天仙、飞仙、神仙、天童、玉女、太上二师在玉京山说法，广大忌讳，是时天雨爆花，地皆金色，天尊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上至三十六天地诸宫，下至幽冥无数地狱，悉令普贬，救赦众生，令得安稳，受诸妙乐，天香普熏，饥餐玉粒，可饮金浆，恶鬼众生皆得饱满，速得离苦，面见天尊，生于清净常乐界中，常居法会。尔时下方有一真人，名曰月光，乘白鹤，手执玉鹰，来至法会，整理衣冠，恭敬礼拜，长跪稽首，博天尊言：我今修行，欲得救治一切众生，而无神通方便智慧，我见下方阎浮室内种种诸恶，或被水漂，或遭火难，或遇饥馑，或有劫贼，或有疫疾，或遇大旱，草木焦然，五谷不熟，国界不安，人民惊惧，如何救拔？唯愿天尊广说方便，救护众生，令免私恶。尔时元始天尊与月光真人曰：善哉善哉，子今能为大地众生做大利益，至诚救护，我有无量天丁力士，妙行真人、慈悲真人、玉清真人、黄洞真人百千万众，玉清童子二十万众，天灵赤官、公曹主簿、长生司马、韩军帐人以百千万众，天仙飞仙神仙二十万众，威剑神王、大力神王、摄毒神王、消魔神王、食邪神王、碎魔神王、炽火神王、洒水神王、石精神王、收温神王、飞仙神王百千万众，尽界三师、云雷八部，常居世间，救诸厄难。若遇水火，当转此经；若有劫贼，当转此经；若遇时疫，亦转此经；若遇灾旱，亦转此经；国界不安，亦转此经；五谷不收，亦转此经；若能书写，至心转读，或无量福，是诸恶毒悉皆消灭，是诸劫贼悉令破散，是诸异毒自得除灭，水火灾患自然止息，国界不安当得安帖，四夷归奉，一国来朝，疫病速差，口舌磨灭，官事枷锁速得解散，复联断绝，魔邪不兴，一毒远去。尔时
月光真人又博天尊言，天下及诸方外国，实遭灾害，如此苦恼，作何法事？即得雨水调和，五谷令得丰熟，人民饱满。天尊与月光真人曰：子受无教，余言福之内，或在聚落，或在高山，或在水岸，或在洞穴，或在清净之处，建立坛场，安置尊像，挂诸幡盖，烧香燃灯，香汤沐浴，着心净衣服，转读此经，广为众生，设诸花果名香，随时供养，广设斋传，上现十方无量天尊，三十六天帝君，天公父母，及诸神仙，一切龙神，及诸灵圣，作大利益，天地当谴，八部大龙王，云雷雨师，星动云雾，旋绕世间，须臾之情，即令江河西涧，上下田畴，令得方沛，草木丛林，一切花果五谷之类，悉皆生成，枝叶茂盛。于是月光真人李谢元始天尊以记赞曰：北云潭潭至，西云呼啸来，南注江流水，东方九神灵，中央真龙王，救济诸众生，五龙一石下，飘飘太上经，天降开大雨，阴盖昆仑山，吾以此经教，永得共星行。尔时月光真人重启天尊曰：我从无量劫来，西见南域，今日得闻微妙经典，即大医王，一切圣众，种种变化，不可思议，是经当何名之？我等如何受持？天尊曰：此经名曰天宫护国祈雨消魔经，自号宣传，恭敬顶戴，若有愚人轻贱，当堕恶道，长夜受苦，座中天人龙伴仙众，皆悉信受，作礼而去，稽首奉行。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中。